张杰出轨，谢娜张碧晨回应造谣者，张碧晨眼神抢镜。张杰出轨，谢娜张碧晨回应造谣者，张碧晨眼神抢镜。这已经是前几天的事了。在张杰演唱会之前，网上有传闻张杰和张碧晨关系亲密，于是掀起了一场无中生有的张杰出轨风波。谢娜也在第一时间力挺张杰，开直播表示自己会亲自去给老公撑场子，到演唱会现场加油助威，力破夫妻不睦的传闻。但这件事不光牵扯到张杰谢娜夫妇，连和张杰有过合作的张碧晨也受到了牵连。被小三的张碧晨蛮无辜的，最近张碧晨热度不低，之后谢娜发文晒出与张碧晨合照，回应造谣者，力破张杰出轨传闻。